大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吉祥，阿弥陀佛。啊，上一次啊，承德刚好参加一个活动。啊，祈请我们啊，上开下集法师给大家授课，大家啊很有福报啊，这个也是佛菩萨加持啊，因为那一天是弥陀圣诞啊，开济法师又给我们讲啊48愿其中啊核心的5愿。这个对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呀、业力甚大啊，施教了好几代人啊，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共业在啊，我们要啊预愿。阿弥陀佛，啊，与佛菩萨的愿呢融在一起，啊，才好去护念学子们。啊，尤其我们学习啊印光祖师的教诲，天下太平之根本。孩子越早念佛啊，能够夜宵啊。自然啊，所以今天承德去参加啊一个亲子营啊，很多小朋友都8、9岁而已啊，就能接触到佛法，就懂得念佛啊，那他们可以消除很多罪业灾祸，总在遇缘不同啊。啊，我们啊，身为父母、老师啊，应该让孩子有更殊胜的因缘啊，法缘，总要啊，一代比一代强。啊，上一节课啊，应该也是啊，阿弥陀佛啊，派我们开济法师来给大家信心啊。啊，阿弥陀佛是后台老板，哦，我们身体借给阿弥陀佛用，给佛菩萨用，我们自己不操心啊，把每个心念用好、守好，啊，自有佛菩萨加持，祖先的护佑，啊，我们。上一次啊，交流到呢，如何落实家庭教育的第七条啊，同事之人就另外一半了啊，我们要规劝对方啊，也应该啊委曲婉转，平心和气对之和顺为齐家之本。家里不能常常吵吵闹闹，要不就大发雷霆了。这个对家人，尤其对下一代啊，很不好。无量寿经当中也有不少指导我们啊家庭的经营呢，颜色长河啊。这个莫相违逆和言爱语啊，劝喻彻净
我很强调这个和，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如是啊，团体亦如是。对另一半呢、若用强蛮恶辣手段，断非所宜，就不恰当了，不适宜了。以彼有所事，失子女啊，官法之训。比方说对自己的太太太强势了，那太太会跟子女说，哎，你看你爸爸对我那么凶啊，那他就靠到子女这边了，希望子女能这个站在他一方呢，那就变成有所靠山的依势的，那子女就变成在父母的相处当中还得要选边站的，这个对他们人格的发展呢都不好而且夫妻之间沟通都是很强势的甚至有争吵啊，这个都不是给子女好样子的这失子女啊，官法之训这个官法就是当父母当长辈啊，随时要给孩子好的示范，这才叫慈爱啊。慈爱不是嘴上说的有慈爱的心啊，会表现在言行上给孩子做榜样同样的，在学校里面，我们真爱学生，我们也不会随便乱讲话哪怕同事之间沟通交流，都要给孩子做好样子。我们看第八点应主关于孩子对接县市学校之开示那这一段对我们就很重要因为时代变了从清朝结束民国开始传统的教学就有一定的改变了变成西方为主的教育系统以知识技能为主要了大家也要冷静冷静这100多年来我们算五代人好了冷静观察一下这五代人是往上还是往下人是教出来的我们这个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吃大亏了但是我们也得顺势而为慢慢来恢复而应主这一段开示很重要我们分论二十这个第四呢好像之前已经有交流过了我们来看二十应主说到了知之欲居通州之意要搬到通州虽自在成就子弟而不知子弟之臣唯在家教。应主用一个唯字所以当父母的人不能只是想着我只要送到哪个学校我的孩子就成了，其实根在家教，
家庭教育是根本，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师长有讲，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最后是成圣贤，成佛菩萨，但根在家教。假如我们对于教育孩子把这个家教给忽略掉了，那便没有根的教育。所以凡属子女啊，必须从幼教啊，从小教起啊，以孝悌忠信、勤俭温恭啊，自其长而入学读书，方有受益之机呀。就是他到学校去以前，要把这些德行的根基扎好了，他到学校去呀，才有受益的基础。假如啊，自幼任性而惯，任性娇惯了，则无论无天资无善交，这个无天资无善交暂且不论了，纵使既有天资有善交，亦只成的个文字工人，乳门败类而已啊。那个家教扎德行的根有多重要啊！没有在家庭扎德行的根，哪怕这个孩子本身是很有天资甚至于学习能力也不错的，最后只是成一个文字工人，乳门败类因为无德他的才华再高会用错地方我们现在看这个犯罪的人呢，很多学历都挺高的，其实只要没有德行的基础啊，现在外在的诱惑力量太大了，抵不了啊，财色名利啊，所以是有才高北斗学富五车，而其所作所为皆仗此聪明，以毒害生灵毁灭道义者其源皆由初无家教以为之造也这个造就是起因呢就是从没有家教造成的。所以文王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育于家邦。与大学欲治天下国家者，能达到这样的贡献，这样的风范呢，必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起。同以秀位所以内圣外望，一定要在内圣这方面下功夫扎德行的根，格物，格除物欲格物就是烦恼轻呢，自知这智慧才能长，不然从小欲望就很重欲令自迷这个智慧起不来了那诚意正心呢，这个都是心地的功夫所以这个内圣格致诚正
所谓两当八目，明明德是格致成正，清明啊，修齐治平，这个是儒门呢教人惜圣惜贤之无上秘诀，所以舍事而求啊，皆其末耳，没有以这个来培养孩子的话呢，那都是之末了。所以为今之计啊，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孩子会讲话了，懂一点人的事了，人与人的事了，急于家庭啊，先令任制快。应主教得很细啊，但是也得我们重视他拿来用啊，孩子就有福报了。每一块纸方纸写一字，不可两面俱写。若两面写，则便同济口歌耳。一般孩子唱唱儿歌啊，有时候就是嘴巴划过，不是很认得那个字，所以这个日现己字，每日将事过熟字啊，又需辨认一两步，不上年语啊，辨认许多，一年呢可以认非常多字的。后读书时啊，凡读过者，通皆认得，不至有子记口歌之弊，他每一个字啊，就都记得很清楚了，凡比例能为者，必须令其常坐以习情，就是这个小孩他的力气够了，他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啊，就让他自己锻炼了。这个习情就懂得劳作勤奋来劳动，这洒扫应对进退要锻炼了。凡饮食衣服勿令华美，这个都是生活教育啊，不要让他养成呢这种虚荣心奢华的态度但凡抛洒五谷及损坏神物无论物之贵贱轻重，必须告其来处不易，他不能糟蹋粮食也不能呢损害物品这个一粥一饭当是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李炳南老师说的成物勿毁啊，这个物品已经做成了能用啊，我们都要节省去用不能呢这个很多物品都没有坏啊就把它扔掉，就很浪费了所以要告诉他来处不易，其实这个都是生活发生那些前景的时候啊都要不断的叮咛教育他很有耐性的提醒了，他就记住了。然后呢，即折服损受等意，这个要提醒他。可以跟他讲故事。像《太上感应篇》汇编呢，故事很丰富，大家可以随时看到孩子
学生的一些发生的事，可以查一查相应的故事提醒。像有一个女子她是帮人家煮饭的，她呢不节俭，去这户人家算比较有钱的，她每一次都煮过多，吃不完呢她就拿到水沟去倒了。后来她病重了，然后就昏迷过去了，然后就梦到他被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艘船呢，船上的东西都是发酸发臭的，然后命令他吃告诉他这个就是你生前呢浪费掉的粮食，你得把它吃完而且还鞭打他所以他很惊恐醒过来就对家里人讲，哎呀我浪费，结果还得去吃这些东西讲完他就死了。我想孩子要从小知道这个都有因果对他都有一种提醒的作用让他产生敬畏心。那假如劝没有用了，他还是再犯了，倘在如此，定遭扑责绝不放过。那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大一样劝的听的那当然不需要责罚可是假如一而再再而三讲都不听了他只认棍子的那就看着办在这个时代讲话挺不容易的当然处罚孩子不是发脾气这个我父母要处罚我，我都没有觉得他们发脾气，他们都是很严肃很慎重来教训我，没有发脾气这个是我们要责罚孩子的，也要关照到自己的状态。那如此则智能简约。他知道爱惜物品了，就能节俭节约。断不至奢侈暴殄。不会暴殄天物了。我们看从识字，从习劳，从这个物贪华美到珍惜食物物品。接着呢，你看这个都是很小的时候就要养成哦。即能读书，三四岁可以读书了。即将因字文感应篇令其熟读为其顺字面讲演之因为这两篇经文呢都不是很深的文言文那其日用行为合于善者则指其恶书是善者而讲之只要他的行为跟这两篇教诲相应的就
奖励他，肯定他。啊，我们现在可以加一本《弟子规》，啊，这些孩子熟悉的经教。当然呢，孩子假如小俄语也读得很熟，这都可以。啊，那何于不善者啊？则子其恶书之不善者而责之，这样他才会引以为戒。这里有提到啊，彭二龄居士家啊，科甲冠于江浙啊，这个彭家考上功名的是江苏浙江一带啊最多的。所以历代以来啊，遵循二书，都是依这两部书啊来教子弟啊，所以齐家状元甚多啊，然皆终身守此不替，他的子孙呢都奉行这两部教诲啊，那从小就这样不断的提醒。护念呢，就像如金入魔啊，如龙的精啊入到魔子里面啊，如水有提啊，这个河水有提坝啊，岂有不能成器呀？啊，那入精啊，如精入魔啊，啊就成那个啊形状。啊，还如水有提呀、啊，啊，就不会啊恨流，不会愧提了。好，所以岂有不能成器，人就恨流之礼乎？啊，所以人之为人，其机在此啊！啊，此而不讲。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资，则可以啊。这一段就是从小他啊，对于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要很清楚啊。他的行为完全就符合这些规范了。尤其这两部书啊，就特别提醒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那孩子从小就敬畏天地鬼神了。所以他之为人的根基啊，在这里啊。假如这个根基都不讲说啊，要让他的人格健全呢啊，德行有根基啊，那除非是孟子以上的天资才有可能啊，一般人你不这么教啊，他没有根基的啊，我们这两代人呢很少这么教的，我也没见过人家这么教啊啊，所以我父亲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就整个人的素质啊，就降了一大阶了啊，再到我们下一辈，那又降下去了，不能再降了啊！啊，诸位为人父母、老师的，任重道远了啊！印祖这里讲到了。然读书之时啊，不可极度限设学校，宜和庶家请益文行兼优，深信因果之师，令其先读四书及五经耳啊，待其学已有几分。举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说俗论所惑。
然后令其入县学校啊，到国民学校以前呢，啊，这一些根基要先扎好啊，啊，知道善恶了，啊，知道这个不能糟蹋东西了，然后呢，读四书五经，啊，有判断能力的。不被邪说俗论，一般世俗的说法，似是而非，都不会被他影响了，这样才入国民学校啊，以开其眼界，视其孝事，他有德行根基啊，有智慧。判断了，然后在学校去啊，开他的眼界，哦，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现在的人是这样，从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了，他就更了解人跟社会，这样不至啊，动与时乖，无有上进。不会不安现在的人心社会，然后就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了，融不入这个社会了。那能够在他入县社学校以前扎好这些基础吧，能如是则有天资者，智能有为啊。无天资者，不是很有天分的，亦为良善，也是善良敦厚的人，所以独善兼善，自利利他，实不外此老生常谈也。所以印祖这一段话对于啊，我们从民国以后的教育啊，给了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啊。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个配套措施啊，到学校去啊，没有不被同侪影响的。读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都是惨痛的实验品啊。我们那个成长的岁月受社会风气啊，受同侪影响太大了。第九。我们接着看第九啊。今时教小儿啊，言则非所宜啊。这一段啊，应该前面啊有跟大家交流过了啊，不能太严格啊，严格到啊他反感啊，甚至于啊对父母有怀恨啊，这个就不妥当了。到时候他这个做出啊伤害父母的事情，他可能到地狱啊不能超生了，那这个等于父母不好好教育他啊，方式啊又不恰当，最后造成这个孩子造下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比杀他更严重太多倍了啊！因为那个无间地狱，那个一下去不知道要多久才出得来。我们接着看呢，第八点，蒙以养正，慎功也。这个是《易经》当中的教导，我们来看呢，总论十八，
鸿蒙能养他的正气啊，扎他做人做事的根基啊，这个是相当殊胜的功德啊。印祖讲到了，人与天地啊，并称三才，非徒然也，不是偶然的哦。所以人得这个三才的称谓啊，必有参赞化育之功，方可无愧啊。我们真的啊，对万物甚至对社会能够做出贡献的啊，才对得起这个称呼啊，啊，与天地并列三才。啊，因为天地啊，都是无私啊，在化育万物啊。哦，那否则啊，行肉走私啊，必生污秽天地，何可云三才乎啊？只是有这个形体啊，甚至于是纵欲啊，那只是污秽天地啊，甚至污染他人、伤害他人，那怎么可以称为三才呢？所以能够体此意，以教同盟。我们教每个孩子是在要让他顶天立地啊，啊，效法天地，成为圣贤君子，那必能尽心竭力啊，因材施教。这一段呢，应该是对于从事教学的人的劝勉。啊，其实以我们已经学佛了，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啊，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啊，甚至于东土难生啊，啊，中土难生啊，啊，能身为炎黄子孙呢，这个也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他们在长劫的轮回当中得了人生，做了中华儿女，做了中华儿女就有机会学儒释道了，他这么稀有的机缘呢、啊、我们真正用心教导他，他很可能成圣贤，很可能这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啊。佛开悟第一句话，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啊，我们只要尽心竭力，因材施教，这些孩子都大有可为啊！啊，所以先以道德为本啊，德者本也啊，次即文艺之末。啊，这个本末啊，还是要注意到。哦，所以古人常说，事先气势，而后文艺。读书人呢、啊，要先心量要大，气啊，要跟范仲淹先生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扩宽他的心量，气。士是见识啊，读历史啊很有见识啊，像周公很有见识，他可以治理作乐啊，写出了啊，方东美教授说
最完备的宪法周礼。有了这些度量德行，然后接着学这些文艺，就为德所用啊，他的能力越好，服务的人群越多了。假如没有德啊，才能越高，可能会用错地方。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常识讲谈，令彼知为人之道。为人主要的就是五伦八德。我们一抓到机会啊，就引导，顺势而为。那举心动念，做事图语，必各存善。他真的懂得五伦八德了。他做事讲话都很醇厚善良。便可为入圣之基呀。成为圣人的基础。所以亦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此之谓乎啊。所以能做到前面这一些部分，能够用心的扎好孩子五伦八德的根，这个贡献呢，就如《易经》这一句话一样了，蒙以养正圣功也。那果能以此心教人，则自己学品日进于光明，人将感而化之。不待都则以其相从也。就是我们从事教学能够以这样的心，就是要成就孩子成为圣贤，扎好他们的根基。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教学教学相长自己的学品日进于光明。而且这一份心，孩童心是很敏锐的。会被我们这个用心感动。感而化之。我们对学生不用太严格督责。他们就会这个孩童就会尊重老师仰慕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学习来提升的。所以天下不治，匹夫有责。这个是就当时候的社会提出来。因为毕竟这些教书的人都是读圣贤书的，都是明白人生的责任的。所以今日之国乱民困，同是操科，境遇相强。现在不教伦理道德了，父子兄弟为了财为了欲望互相残害了，民不聊生者皆家庭父母无善交，学校之先生无善交，自有天资者习为妄为。本来很有天资的，因为家庭学校没有好好教都被带成了
狂妄的人，无作妄为的人，那无天之者啊，甘为匪顽呢，就堕落成犯罪分子了。所以汝能秉正本清源之心啊，以行培植人才之事的。那正本清源啊，一定要啊，从孩童好好的教导，然后好好把它培养成才。那培养成一个人才啊，他就可以利益一方人了。所以这个也祈勉啊，这些教学的老师啊，即事不具位而行政，不身作而说法矣啊，何乐如之？啊，叫何乐而不为？就是虽然他没有官位，但是教好学生了，学生以后是一方好的父母官，那是不具位而行政的，不身作而说法，因为这个学生成才了，以后会做利益人的事，甚至于会教化一方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多培养栋梁人才啊，这个社会就能越来越好。那我们共勉之啊。好。好，我们再看啊，这个第二小点啊，孤论幼幼。幼幼就是幼无幼，怎么照顾培养好小孩啊？幼幼在于啊，以身作则。这个在分论第十一啊，以身作则，蒙以养正，一言一行勿许越规，还是要让他形成好的规矩啊，避其于为贤为善啊，有益于国家，无害于社会而后已啊！因为他少成若天性，养成习惯啊，否则纵令不惜资财供给学费啊，学业大成啊，学历很高啊，而不以道义事物，但是呢？他做事啊，出社会工作都不是以道义为出发点的啊，那不以道义为出发点，就会以利害了，就会自私自利了。那纵使学历再高，对社会真的有大帮助吗？所以哪怕学历很高啊，皆不得名为真幼无幼啊！这个也不算把下一代教好了啊。所以无幼尚不能真实是幼，况旁人世人之幼啊，又何能容心于其兼哉？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培养好了，就更不用说是旁人的孩子了，世人的小孩了。
这个都是重复提醒呢，从小扎德行的重要。在下一句，人之幼时，教养为己呀。良以知识初开，熏习易入。知识就是稍微懂事的。这个幼时啊，应该两三岁、三四岁这个时候知识初开啊，你给他熏什么？先入为主啊，很容易学习所以习于善则为善事，习于恶即为恶人。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孩子的时机点呢，这个不能错过了。第四点。讲因果之书，莫善于感应篇及因字文。此二书啊，能为之常常讲说，自有莫大之利益。久则成性。即长而不可改也。他已经养成习惯了。长大了也不会改变。那这个是正本清源的，端在于此。从小扎根。所以师长强调我们现在来扎根呢，实在讲都是亡羊补牢了。最重要的就是从幼童的时候扎下这些根基。好，我们再看第九。青少年时期，孩子如何学习才能成为一名正人君子？我们看分论23。人之一生成败，皆在年幼时栽培与因循所致。我们是真正用心栽培导正他，还是因循他的这些恶习了？那就是成败的关键了。那如以成童，这个对象写给周法利童子书，成童应该是十多岁的年龄，这个也是对青少年的一段劝勉指导。宜知好歹万不可学时派，就不能赶流行知道好坏好歹现在的风气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不能学这个你看刷卡没有赚钱就花一大堆钱，这都不可行了。所以劝这个青少年当学孝学悌，学忠厚诚实当此青年精力强壮以努力读书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女子是14岁，男子16岁
这个他们这个就发展有生育的能力呀、这个时候又懂得保身节育啊，所以古代13岁学古琴啊，学音乐，哎，懂得调节他的这个心性比较安定稳定了。当然也要让他们劳动锻炼筋骨这些也都要父母老师懂了用心了多给他们养成这些好的习惯把精力用在对的方向对的事情上面凡过读之书当思其书所说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提醒这个年轻人读过的书啊所教导的这些事理啊是要我们要照着做的不是读了就算数了那书中所说呢假如一些经论或不易领会但音字文感应篇等呢皆直说好领会要常读常思改过迁善于暇时比较空闲的时候由一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以其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当然我们在跟这些青少年讲的时候比方说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像林堪志老居士他有一本书在念阿弥陀佛的种种感应都很殊胜的化解灾祸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离他们都很近了包含观世音菩萨感应的这些真实故事可以讲给他们听增加他们的信心这个我们金钟学会都拿得到这些法宝切勿以为辛苦因为古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因为他们十几岁学习能力最强了错过这个时间呢很可惜了此时若错过光阴后来纵然努力亦难成就以年时已过记性退半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诸位同道这一段话我们应该心有戚戚焉礼记学记说的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人生的遗憾都要转成一种愿力转烦恼为菩提能够去护持晚辈护持他人不要犯我们同样的这个错误遗憾也是烦恼转成愿力转成菩提那劝他努力而且劝他第一先要做好人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焉。每一个德行啊，我们可以当父母当老师的人，每一句可以成为整个家庭的敬教，班级的敬教，那家里人同学之间的互相学习，也会向他人学习啊。再来，父母老师啊，首先要身教，身教带动啊，然后言教，有身教带动了啊，遇到一些机会点了啊，适时赞叹同学，他们相关而善，这个是言教。所以每一句好的教诲，他也要三管齐下啊，敬教、身教、言教，三管齐下啊。第二啊，要知因果报应啊，一举一动勿任情任意啊，这劝年青少年的什么事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所以要做事情呢，要想及此事啊，与我、于亲，对我、对父母亲、对亲人、于人有利益否啊？对他人有益吗？不但做事啊是这么考虑，即居心动念亦当如此啊。因为福田靠心根呢，你的心念很重要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举动念头能产生什么作用。起好心即有功德，起坏心即有罪过。像师长讲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那安世高大师的同参道友，他起个念头，哎呀，这个饭菜不好，起了这个坏心呢，结果就堕到畜生道去了。不止言行会招来果报啊，念头也会啊。要想得好报，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所以有利于人物，无害于自他，方可。我们这么做的真的对人对物万动物对万物有好处而且对自己对他人没有害的才可以。假如我们不这样去考虑那怎么可能有好报可以得呢？这譬如以一个很丑的像放在明灯明镜之前放在很干净的镜子前面决定不可能有很庄严的像现出来所现的于此丑相了无有益因为我们的念头一言一行不好当然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如果深知此意则将来必能作以正人君子令一切人皆尊重而爱慕之也。好，这个是谈到比较是青少年
教育。好，我们接着看第十啊，如何安然生产？我们看到啊，分润37。我们看每一段文呢，可以感觉到印光祖师啊，非常慈悲啊，细致来护念众生啊，也是都体会到众生要成才。他这些关键点呢，要掌握住，包含女子生产，这个都有危险，他都指导的非常细致，所以祖师的这种存心啊，都是我们的学处，女人能从小常念佛及观音圣号，后来觉悟产难产难就不会难产无产难之苦或依受孕即念。或将产3、4月前即念，或临产时念，均得安然而生。或难产之急，将及殒命，可能难产到快没命了。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立即即安然而生。切不可为此时裸露不净，念之恐有罪过。不要有这样的挂碍啊！须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印祖也很会譬喻啊，譬如儿女堕于水火清澈之中，孩子堕到水里，淹这个堕到水里快要淹死了，或者是在火灾里了，甚至于是掉到这个茅坑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叫着父母呼父母以求救，父母绝不以彼衣服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弃之不救，不，父母不可能这样的，一定马上全力搭救的，那菩萨救众生之心比父母深切于世之父母爱儿女之心稀次百千万亿恒河沙倍。菩萨是同体大悲他的慈悲超过世间父母爱子女很多倍。所以我们能体会到菩萨的同体大悲呢，是以临产之父，能朗念菩萨名号者，大声念，为极灵极妙之最上妙法，一定可以逢凶化吉，不但无罪过，且令彼母子同得众大善根，
啊，因为你大声念呢，你自己啊听闻圣号，啊，孩子也听闻了，都是种大善根。好，那此意系释迦佛于药师经中所说，啊，非啊不会杜撰。啊，应主这个说法呢，也是依照啊药师经，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药师经里啊有提到啊，若有女人啊产当啊临丹产时，要生孩子的时候，受于疾苦，若能自兴，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是指药师琉璃光如来，众苦皆除啊！所生之子，身份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稳少病。啊，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啊，也不会有非人来，啊，夺他的精气，伤害他。看他自心称名啊，礼赞呢，啊，都能感得这样殊胜的啊护佑，啊，马上这个疾苦就消除了。而且这个孩子还得很大的利益。所以祖师是一啊药师经的精神。我们能念观音啊同样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凡有念者无不安然而生。近来难产者甚多。一因数世恶业跟过去生的造恶业力招感有关。二啊，一因现身不知劫狱所致啊。我们看看呢，应主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七八十年前的。啊，不知劫狱呢也是造成难产，哎，现在不孕，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然菩萨救苦啊，故不计彼之若何为因，就是我们哪怕过去生、今生造的业相当重啊，啊，只要我们肯念菩萨名啊。他不会计较这一些，都会啊平等救之。好，啊，我们接着看呢，啊，第十一啊，女子婚嫁这重要开示，在分论第三十四。抱歉，分论三十八跟四十，因为第三之前也讲过了啊，我们看三十八。女儿出嫁啊，则减轻负担多多矣啊，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不容易啊，找的适合的人家，啊，那当然出嫁也是一世一家。其余比说啊，要对自己的女儿啊
好好的劝说，须敬妇道、孝公婆、敬丈夫和妯娌。可能嫁过去啊，丈夫有几个兄弟啊，那娶的妻子之间呢，就是妯娌的关系了。惠必死，也要慈惠，假如有用人的话，也要善待。人守念佛之道，还是要好好念佛，勿以嫁而自知啊，不能出嫁了，一忙起来，没有念佛了。又需婉劝其夫，女子要劝丈夫啊，令其念佛及观世音，以为前途事故，能了解多念佛观音菩萨佛菩萨加持护佑他心也会比较有依靠安。那个年代战乱时代啊，人心还是比较不安的但是肯念共业当中啊有别业的。能如是者，则人敬之。因为我们都是能够尽伦常本分，人家看了恭敬，神护之，所以灾障不轻，福祥聚集。那你能这样嫁过去的，尽伦常本分，会岂但呢？汝自己有光荣呢？人亦当有汝而敬及汝之生父母。你很守妇道了，人家就会说为某人有家教故其女从小即皈依佛法，吃素念佛，竟如是如是之好你的父母就觉得很光荣岂但呢？父母有光荣并所皈依之师亦有光荣。那这个可以给女子这样劝勉呢，那她会觉得应该让父母感到光荣应该让教她的出家法师也感到光荣这个都是给她一种使命感。若不贤孝，则汝必为人所恶人家讨厌你尚是小事人必谓汝父母无德行故生此不贤不孝之女则汝父母必被人常辱骂之并汝所皈依之师人亦以为不能教化汝行孝敬，而受责备之我想有良心的人听到这一段他也不忍父母被人家辱骂自己这个一职的老师被责备所以愿彼等现为贤女。出嫁为人贤妇，后来为人贤母，则何幸如之岂会察与彼等详说之所以印主也是
劝勉这些女子，她们现为贤女，出嫁为贤妇，为人母啊，为贤母亲，都能这个为家庭呢，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好，我们再看呢第四十。这封信啊，应该是写给一位居士啊，他的两个女儿的婚事啊，印光祖师啊给他指导啊，大女士啊，大女儿的事，但劝彼认真念佛啊，求佛菩萨加持啊，于无足虑。其余的不用担忧啊，天定者圣人，人定者圣天。这个后面呢会有诠释啊。那印祖讲到了，实则啊，世人所得之苦乐吉凶啊，多半属人所造，其实都是人定的。有几人一本于命乎啊？大约作恶而不能如命者多。作恶了，你的命反而更不好了，修善而反更甚命者少，因为修善的人少啊，改变命运的人少啊，其实是恶者皆人定胜天者啊，其实都是命由我做啊，福自己求啊，诗经说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都是自己造的、感召的。这里祖师也说啊，世人没有一念之善，即可转祸为福，转凶为吉。况且啊，终身吃素，念如来之万德洪名，而不能转为造化乎啊？肯用功了，都能转变命运啊！了凡先生、于静义公都是很好的榜样啊！但令彼长存敬畏，发菩提心啊，有敬畏心就不会造恶了，又能发菩提心、发愿。则即此尚可作超凡入圣之前导。菩提心是修行的前导主帅。况其余小小福事之不能得乎？我们真的发了菩提心了断恶修善了，都能成圣人了，怎么可能小小的福事福报不能现前呢？所以福与祸相为依福欲其存福无祸亦唯在自己努力修持耳真正用功修行呢，祸都能转成福在道中呢，就不在劫难当中了。所以其实都是人可以掌握的，
那乳女之婚事啊，你女儿的婚事啊，家人不愿意，这个乳女应该是指第二个女儿了，当在斟酌啊，并问呢、啊，乳女有决定意见否？哎，这里是一个关键哈、哦。啊，问问你女儿，她是不是决定要嫁？哦，若乳女有决定意见，则无碍。哦，是她自己决定的，她一定要的。乳女无决定意见，后来啊，她不是她自己决定的啊，你把她嫁了，后来或嫌穷，啊，嫌约束紧。啊，再被一般嫌穷者宣怨之，啊，可能他旁边的朋友在那里，啊，给他煽风点火啊，后来他就埋怨了，则祸至不及，啊，此又不可不预计也，啊，所以要嫁女儿啊，你不要。在这个时节姻缘，不要你自己做主了啊！现在的人可不像古人一样哦，所以这个应主也都是审时度势。所以大家要注意主办圆融哈，不要乱给人家做主啊！啊，主是当事人啊。哪怕你是父母的伴啊，不要去抢主角的事情啊。到时候你为他好，他还怨你一辈子啊。啊、哦，所以宜先问乳女，再问佛，以作定章，还是要他愿意才行哦。啊、哦，所以世间人为儿女计，多多皆在家财上计，不在人品上计呀、啊。你看那个年代就有这个趋向了，我们现在更严重了。富家子弟不数年及饥寒而死者，何限？何限不少啊！啊，一贫如洗啊，家里很穷，成家立业。举国推崇者又何限？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商界不少白手起家的啊，所以以汝说己啊，因不得不为汝说其慎重办法也啊，所以应主也帮这一位居士啊。考虑得很慎重啊、哦！乳女得此好人家，实为大幸啊，应该是觉得这个对象是不错了啊。其不满意之年月啊，可能八字对一对啊，这个女儿不是很满意啊，这个乃天也啊。然而修持在我，命自我立啊，果能长存敬畏，一心念佛，即念观音，则无业不消，无福不增，此人定升天之大义也啊！啊，倘彼啊，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女子。懒惰、懈怠啊，心中好、哦、不以好、哦、不以不满意之年月为事啊，则成
天定圣人矣。就是他自己都是懒惰懈怠，最后他就把责任都推到是天造成的了。好，所以其将此立命修身之大义与彼说之。好，那他明理的则必能呢洗心涤虑，湛精修持。他会期许自己的。那超凡入圣尚有余欲啊，况年月之小痴乎。这八字上有些不合啊。这些小小的问题啊，这个不足挂齿来。好，那恶女若未许人啊，这个。刚刚所谈的呢，好，抱歉了，刚刚所谈的应该就是指他的这个大女儿啊。好，那接着说，恶女啊，若未许人呢，啊，那当为择一信佛人家，啊，令其啊早先出阁，以卸负担，而免忧虑。以与彼说啊，今时人心不古啊，这个时代人心不古啊，人家越富贵啊，越危险啊，在那个年代啊，比较动荡啊，有时候越富贵啊，不一定安全了。切不可不动事啊，尚欲减人家以其久享富贵也啊，在那个年代啊，不要想说呢找一个哇很富贵的人家，我就可以享福了啊，所以要洞察当时候的一个状态时局啊，贫家只要人守本分极好啊，家里不算很有钱啊，他守本分很勤奋就好了，纵使时局变动了啊，亦不至过于惨凄啊，有时候时局一变动，那个很富贵的人一下子就垮掉了，都有可能的。所以若富贵家或至生命莫保啊，可能嫁到富贵家命都保不住了。好，这个是有关的女子婚嫁的开始。到最后十二啊，是关于节欲的部分啊，那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个这一段也挺重要啊，大家可以先看啊，我们这个下一次啊再跟大家做交流。我们下礼拜跟下下礼拜啊都有活动，所以这接下来两个礼拜啊停课啊，我们下一次见面呢是明年了啊，所以先祝大家新年吉祥啊，阖家平安啊，道业精进啊，福慧增长，阿弥陀佛。那因为明年一月
刚好承德人在澳洲，去澳洲啊办一点事，那澳洲啊跟我们时差呢，有一些地区是3个小时，有些地区是2个小时，所以假如是3个小时啊，我们现在时间8点开始了，我那里已经11点了，所以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1月份的上课时间呢，调到下午3点到4点半，这样大家睡个午觉，起来大家一起研讨课程，那4点半后呢，大家去煮个晚餐都还很从容，看大家时间可以吗？调整一下啊。好，我们1月份先做这个调整。好，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免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晚安，再见。